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罗，今天来广西这里。你看，这个电电扇那个电电一关闸，这里水都变成这个小溪样子。现在我准备拿网到上面那里去放三江网，现在准备上去了。喂，这水有点凉哦。现在把网拿到老罗那边去先。这边看啊。阴房呢？耶！这个水真的有点凉哦。再放一点呢？差不多了，拉不了，断了不？上面已经有个人了，上面。啊？啊，上面有个人也在潜水了，等下来招鱼了吧。就这样不两个月没人跑不对跑不对，给你的滚滚对对对对，这个水吗？像刀割一样的，这么冷啊！哎！你下去看看。好多麻钩，给你们走，给啦，给你们走。啊，又得一条。哎，这个条，这条大，又丢两条出来了，换了。
有没有？可以多少了？看一下那个石头，我们去年抓那条大鲤鱼啊。那这下的厉害。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带个手机。哎，我来，谢谢。有没有鱼啊？有啊，这么大的有很多。有，先用网抄一下。在哪里？在哪边？这石头太大了。在哪边呢？把这个手搞到里面去。不捏死了。收网了，回家了。哎呦，那怪好大的这石头，怪我做不动。哎呀，还有三条不止吧，还有三条。你这里把那个鱼搞出来，我就把那个单网给收起来。嗯。大眼鱼啊，也不是盐鱼，八奶奶还有八马，有的我就能。这还有，这都幺幺，那雷弄那个二了。干锅，哎，快点了。还有，我们来了这里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，打了差不多，这里有四斤鱼。哎，这里还有四斤，有四斤没有？有，四斤鱼肯定有。一人一斤，还有一斤呢，喂那个炉子。炉子不要吃那么多。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叫什么土鲢鱼也没有了。去年的话，我们来一会，基本上就可以搞个七八斤的那种土鲢鱼。今年不知道怎么搞了，可
可能他们上次搞那个下面电站了、那个，他去年修那个电站，他为了上不下去了，下去又上不来。走走走走，回家。